名啊。应该早上就告白。他刚刚在说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没事。他说了什么很劲爆的话？好，接下来。接下来就是第一次看我们的朋友有福了，然后之前看过的也有福了，会带来一些比较很有特色的东西，娱乐大家的歌，所以我们改编一些以前人什么以前古人的歌，古人没有啦，没有很久以前，就是我们唱了一些别人的歌，然后自己做成就是我们的表演，重新改编，对，稍微改编了一下，然后送给大家，都是适合情人节的气氛这样子。这首是一首女生的歌，叫做《接近无限的蓝》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。我都当观众。想打开。